今时今日想唔化都唔得，全球化、数码化、气候暖化，仲有呢个节目最关心嘅人口老化。你唔话老都唔得啦，因为啲新陈代谢已经退化啦嘛。惊唔惊老啊？唔惊，死就死啦，仔又唔理我。好多人觉得年纪大机器坏。住老人院，尊严都冇埋。好痛，我好想哭啊！今日对我哋嚟讲系体验，系一次体验。但系对啲老人家嚟讲，呢啲系体罚。无论生死，一样要讲尊严。我认为我对他最大的爱，就是让他善终。长命百二岁，继续带你到台湾找这份尊严。成日话老人家要食得、瞓得、去得、行得，当以上都唔得，可能就要送安老院。你知道而家即系院舍俾人标签咗，都系啊，即系唔好入去，入去就系死路啊！死路是指长者长期卧床，用尿片同绑手绑脚，生不如死。台湾云林一间老人院为了令新入职的员工明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举办体验班，我哋获邀参加。没用过，是这样子，我这样放的，对不起。也太多了吧！你们的同理心在哪里？同理心就从这一刻开始就没有了。尿片零距离，感觉如何？热热温温的，不舒服。欧国华，应该你嚟试啦，我帮你影。着住尿片进入第二关，模拟中风长者被捆绑的生活。不要怪我。真的不是随便绑，你可以绑见天子，绑在摩安台。仲要体验长者视力差，开始大半个钟后，有人支持唔住，要除眼罩。很不舒服，再更久一点就开始头很晕，然后越来越想吐。仲要不停被人推到不同地方，模拟长者成日在不知情下被人冇嚟冇去，挨了三个钟。解脱了，还好吧？自由了，要猜吗？快点猜，我好痛，我好想哭啊！会害怕，因为整个身体很不舒服，一直被绑住的那种不舒服。我们总是觉得说用自己的角度去照顾别人的时候是对的，可是今天换我自己被绑住的时候，我才深深的明白原来是这么痛苦、无助、彷徨。这个是我最担心的。今日对我哋嚟讲系体验，系一次体验，但系对啲老人家嚟讲，呢啲系体罚，即系一次又一次嘅体罚，无了期噶。後尾就我忍唔住啦，我索性用牙去咬開嗰啲紗布啦。但我誒好怕有其他工作人員睇到啊。我知道因為如果佢睇到嘅話咧，佢又會過嚟咧幫我再講緊啲。所以咧，我後尾我係將啲紗布咧掹開咗之後咧，我要再握翻喺個手裏邊。我希望咧佢睇唔到咧係咁樣。你都老人家不准上嘴巴，用牙齿去把那个束带解开了。这是人的本能。对啊，然后因为我不听话，所以会对我更严格，然后一直下去的话，对，法律也会刑犯罪，智慧型犯罪，对。嚟台湾考察嘅香港社工有咩体会呢？心痛我哋香港嘅服务做到未到位。咁啊，呢個自己咧有啲即係慚愧咁嘅作為，我都係做長者服務，人手唔夠，香港個環境真係冇呢度咁大，好多嘅配套要去配合嘅。呢次體驗帶嚟少少後遺症，梳洗完之後咧，仲係覺得成身都係嗰陣味，
頭先倒落去尿布裏面嘅係有面筋、味噌、面粉、烏龍茶，即係呢幾日見到呢四樣嘢都怕。體驗過先知唔好受，令員工更加明白呢間安老院嘅主張：零藥束、零尿片、零卧床。他们是全台湾第一间推动老人自立照顾的院舍，师承日本，认为首要是不可以绑死老人家。我要把大家的艺术袋收起，请我们董事长出来就把它烧掉。感觉好像林则徐烧鸦片一样。2015年他们烧了80条总值港币十几万的约束带，震撼业界。取而代之是由日本引入复康设备，協助卧床長者加強膝關節、腳、肩部的肌肉力量，重新學行路。現在近百個老人家重獲自由，不用再綁約束帶，他是其中一個。他走路很容易跌倒的感覺，所以大家都不敢讓他走路。但後來慢慢的，他就我們讓他開始試坐之後，開始做這運動之後，你看他現在自己都會做了，進步很多，對不對？自己的路自己行，自己的飯都是自己吃。老人院不是要照顾老人家的吗？照顾不应该只是帮老人家拔屎把尿，照顾应该是要帮老人家重新自己恢复上厕所的能力。他说大小便长期依赖尿片会有反效果。为什么很多失智长辈他会吐大便？为什么他会吃大便？我们都以为说这是失智症的异常行为，其实不是，是因为他大在尿布里面不舒服，所以他要把它抓掉，抓掉之后他手就沾到了，沾到之后他习惯他就要吐一吐，吐到一半的时候，哎，这手是什么东西忘记了，那就吃看看。所以你要他不要有这异常行为，很简单，你就不要让他排泄在尿布里面，你就让他正常的到马桶上去排泄就好了。就算有认知障碍都可以学习照顾自己。这里呢，对他来讲不是人生最后的庇护所，这里应该是他现阶段人生继续学习的地方。林金立自己都在度学习，近年学识要多啲鼓励老人家饮水。老人家为什么不喝水？就是因为担心上厕所嘛，所以就认为不要喝水，所以就不会上厕。可是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原来水喝越少，越容易频尿，越容易尿失禁，这是反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。所以这些尝试应该应用在照顾里面，可是我们都不知道。人生只有一次，还有很多事我们都不知道。这个字未必人人识，但这个字迟早会经历。80岁的他近来对这个字有多一重体会。写过《窗外》《还珠格格》等超过60本小说的台湾著名作家琼瑶，90岁的丈夫平荫涛有认知障碍和脑中风。医生诊断如果不插鼻胃喉，最多只可以活2-3个月。琼瑶拒绝插喉建议。我认为我对他最大的爱，就是让他善终，爱到极致，是要学会放手。放手不等于放弃，他如果能救，一定救，因为我们爱他，这是他人生最后一站，我要让他过得很快乐，所以我把快乐定为第一项。但平荫涛同前妻生的3个仔女认为不应该放弃一丝希望。最后琼瑶在麻醉科医生建议下同意插喉，期间他同平荫涛的仔女多次在网上骂战。我要控诉，我觉得这个是不人道的，就说你到了死亡之前给你插满了管子，让你躺在那里7-8年不能翻身，你已经没有吃的这个快乐，你甚至于你没有嗅觉啊，到后来都没有视力，他也没有听力，这样的人你把他维持在那里，这个不是很残忍的事？台湾明年起实施病人自主权利法，民众有权预设医疗指示，如果属于末期病患或者永久植物人，可以不急救不插喉，琼瑶认为是好事。第一次他表演完的时候都送了。比小说更小说的现实人生，是不是剪不断理还乱呢？您曾经讲过，点点滴滴都是回忆，
会不会衣袖怎么容易。那您作为一位长期照顾者，您对断舍离这三个字有哪些深刻的体会呢？离也是离不开的，舍是舍不得的，断是无可奈何的。琼瑶已经公开交代自己将来绝对不会插喉，不做大手术。如果仔女令自己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、长期卧床，就是不孝。所以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做到，我还是那个火花，直到我飘然落地的那一瞬间。他的心愿是飘然落地，他们就将自己的心愿飘上天。不单止游客，连天灯故乡的原居民都有个心愿，下次一起到平溪寻找那些年。